中方同地区国家一样，乐见有利于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，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。中方认为，无论什么名目的区域合作框架，都应该促进开放合作，不应该制造地缘对抗。美国是不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、武器化、意识形态化，用经济手段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？美方欠地区国家一个说法。